DK 走，我们去打蛛网。知道女神像在哪边吗？我也不知道女神像在哪边。DK 走，我们去打蛛网。我每个人都问过了，他都告诉我女神像在哪。我们去打蛛网。啊，你人嘞，来啊！中间那个巨石阵哦。对啊，来啊，这边啊，蛛网在这。对，那个等一下打蛛网的时候，他会有召唤一只护卫，那个护卫不要打，一个人拖着他绕圈圈就好。哦，护卫拖着他绕圈圈，然后打蛛网。哦，他打蛛网。好，来。然后在这个巨石阵里面。我在巨石阵里面集合，然后绕着巨石阵跑。放下 poker buff。然后今天要上传影片打野蛛网。哇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地图网还是副本？地图网。看是谁去吸引那个护卫。但是我啊，废话。那你就绕圈圈，那就是我。你扛得住吗？我应该扛得住了，你扶我就扛得住了。DK， 你扶他哦，我去吸引护卫。啊，你先去拉蛛王过来。草头旁边的护卫，你搞喷！哎呦呦呦，看到了！好，我把护卫拉开。好，护卫跟我走，枪在手，跟我走。我觉得你根本要死了。没关系，他跑很慢，别怕。干、嗯！旁边猪也攻击啊！他们都进去了，你们小心！哈哈，完蛋了！还是猪王打超级？猪王 OK 吗？你在损血吗？打蛛王的人扣不多啊，但是被追的那个人扣很多。靠腰，耶 ！DK，、欸哦、我现在在忙，不好意思。是啊，那你慢慢来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爆炸了？我们瞬间死掉。已经，我们两个都挂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挂吧。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。哎、欸、，Nako 你来。等一下 ，DK。嗯。女神像在国王那边。是啊。嗯。好，感谢你。Nako 快点，先来帮我们打蛛网。我等妹妹。学长，你要二十几人才可以过来。学长，拜拜。拜拜。阿明哥也拜拜。拜拜。好恐怖哦！所以是拉护卫是可以啊，可是旁边有很多小只的猪，要不要先解决他们啊？你在哪里啊？你根本不能停下来，他撞要400。对啊，他好痛，那只护卫。是不是要开隐形啊？没关系，你赶快过来，因为我拖那只，你去跟那个跟我室友打那只蛛王。你在哪里啊？我们在那个啊，阳光草原。阳光草原。再让我回一下魔。好，先巨石集合。先让我找一下奸商切布曼。哇塞，阳光草原，我就跑那么远。阳光草原在就是那个传送那个王国都那边的外面，日新地图、嗯。对啊，大地图。原来有卖那个背包扩充的。有啊。你可以不是说塞巴把它全部拿去买？背包扩充，啊，还蛮，难怪你会那么穷。因为只会赔钱。不是，我们会这么穷的原因是因为我买石库水。靠呀！我真的石库水，石库水去哪里买？哦，时尚商人那个、哦。对对对，你可以买比基尼啊。我男的，你叫我穿比基尼？还是男的、哦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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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大口，快来！阳光草原，对，中间来了，有人在打死，先打这只草裙猪好了，等打死。好、啊，那我买夏日青春泳装好了。太靠了，算了，我感觉很那个裸男这边跑来跑去，感觉很青春。青春，不要的吗？嗯，等你拉可以拉远一点，因为我补你，你没有欧，你没有放那个，我补两下就 OT 了。OP 欸，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个水晶？怎么样？
水晶吸取器，水晶吸取器，好好吸取器。你靠呀，又讲大小。麻烦。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那我换一下，我换一下弹的水晶好了，因为我刚才在练水晶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换斗士的水晶。你换水晶要增加吧？我换的是 LV 四的，LV 五的、啊，我要用坚硬护体。那我也换。你换一下好了，你也没换啊，鸡掰！你以为？坚挺，大家练水晶，大家都在练练水晶，然后打这个，然后打不过在那边哭哭。那过来吗？跑步。你在跑步，可是地图上怎么没看到你？我在王都里面跑步。啊？快出来啦！快进去了！快出来啦！快进去了！快点呗！你在跑步了、啊？刚有看到哦，好快，好快！啊！现在我们第一个选手有没有？现在跑半圈了有没有？你要跑一整圈啊，然后绕一圈有没有？绕一圈的冠军在中间啊！哎、欸，这个选手犯规，犯规越界，越界！你看地图，你看地图，他切西瓜。这选手犯规了。对啊，犯规。放个水晶。啊，他换水晶。然后我想练水晶。他雷到了。我要换个生命也才变成1100。我变，你生命有5100。哦，我有2400啊，我刚才1700而已。1800而已。屏幕上一堆假照片。我们假的照片吗？要打了吗？人都到了吗？那过来。洗手间。那个你在那边干嘛？来中间了。哎、欸、呀，阿光，赶快去买那个比基尼啊！这批喜欢看。靠腰。阿光是买阿光是买。阿光是玩女的，好不好？我当然喜欢看啊。猪王那边啊、哦，你前面啊。原来又是个死人妖。死人妖。哎呀，我玩男角是有目的才玩男角。来，恭喜开打哦，开始哦。你们都打猪王，我打护卫。打什么？哎呦，打猪王，你们打猪王。打我打护卫。好。哎、欸，这样你们结婚就变女女哎、欸。你卡住啊，德比！女女都可以结婚。OK。什么鬼游戏？女女都可以结婚？啊，这游戏标榜就是这样啊。多元家庭。对啊。不错不错。你们慢慢打哦。哦，要开技能了。好痛哦。对啊。好危险。我自己吃一下东西。啊 ，DK， 你有时间的话，再来把我补我没关系。我怕一局就 OG 哦。没关系。但另外一个是武士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呀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小心！我来了，你先跑，先跑，先跑。什么东西？什么鸟啊？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我放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那我放下会死哦、喔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被缓，超缓。死了！好，哎、欸，死了！快！哎、欸，你们快点出来帮我打护卫，死了不是没事了。等一下，快点出来。我要打。好啦，快打！关你会不会掉跑？很恐怖，好吗，大哥？我要打吗？我继续拉护卫，你们去打武士。你们先把那边一只清掉，我先把护卫拉走。我先把武士拉进来。好，你先去拉武士进去。换了这个弹水晶管比较惨一点。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人打武士猪那个人。一堆猪啊，好恐怖、喔！哎、欸、，DK， 我这次好蛮坦的。对啊，可是下到水晶副本又 HG 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有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次已经找伙伴，好不好？快点加油啦，学长。嗯。还在17等，操。嗯，还有一个更慢的。没关系，他可以练到15等就跟我们进去啊。哦，对啊。对啊。那是不是20等副本？是15等副本。对啊。
啊，我们他是有苍蝇，他只要在旁边可以直接进去，帮我们叠 buff 就好了。不行，一定死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他又回头了。没关系，我放 OK OK， 他被我拉回来了。好奇帮你补一下就可以，他又回没关系没关系。那你等我五十几秒，我说可以补，你再帮我补好不好？哦，武士精神。萨姆莱，对啊，巡逻王传说我们得逞嘞、欸，哎、欸，所以那只武士是巡逻王哦、喔，还有一只啊，没有，要打这只护卫，快可以打护卫，你们快打好不好？拉，打啊，哎、欸，好 ，Marco 跑，跟昨天的打法一样，你跑，然后我吸，因为这只很痛，这只比较痛，你们打法要稍微换一下，好 ，Marco 跑，哎、欸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直接打，就不用跑啊。哎呦，那口嚣张！这次还可以，这次没有水晶那么爽。好，那就直接打了。你可以专补我。没有啊，他在打那口，他不是打你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觉得我要把法师的水晶当副水晶，还是牧师的水晶当副水晶？看你要练哪一种啊。如果你是要法术攻击的话，那就是那个、啊，那就是巫师啊。欸、他一直打那口、欸，那口你怎么了？我有开那个保温值啊！妈的废物，没掉东西。好，结束打出王。刚掉了，好像一件都没有拿到。